我去，这一波。哇，还是被吐出来了。这个小电不如电塔，大电的。可能是毒药吧。这一波挺亏呀，活动组没有跳到他，失误了。守护他，可恶！主要是解古龙没解掉，小王子肯定下后面好一点。这个人好像是牧原，他是那种带骑士殿堂的牧原。是泡沫哦。你看，我们下这里还能捅一下。
这个运气好，没怎么掉血。大星杯，大茶杯，这个比半天不蹦，我刚下出小王子就蹦了，狗贼呀！连续好，不过很难。挺亏啊，绝境消散用掉了，不过他这一回也是绝境消散。What up, future king over here.
这一锅掉的有点多啊，还是得有小王子才能防得住，没有小王子防不住。先下小王子，再交剑雨就好了。他这个还要做好收两路的准备，小王子是不能下的。今天晚上播播啊，应该是播的，不播会发那个，会发动态。还是一样的，不能下小王子，一定得把小王子给留好。电塔刚刚没位置下，这挺尴尬，还得去进攻对面，不进攻对面。
分享，感谢。石头人，这波觉醒小闪啊，大哥，你也敢卖？嘿嘿，哈哈，我哟，被他发现了，我去。进化炸弹兵。亏啊！这下但他这波把幽灵给下了，这一波只能下什么呢？小王子预判前点，
谢违规昵称的电量卡，谢谢。危险啊！这炸弹兵被他预判了。遇到了皮卡谁战死？飞了呀！掉那么多血，不过没事，能打回来。主要有一个骑士。砍的东西跟炮楼一块了，那一波很亏。被砍到了，完了，这一刀好疼啊！
your king over here. Neo numbskull.看到吗？这皮卡丘还是挺厉害的。给他找到机会去。电我炸死你！下一步是进化的，炸弹兵是不是被钻机给钻掉了？哦，没有觉醒炸弹兵他。等级不够。So...最后一波了，前期怎么掉那么多血啊，我去。What up? Future King over here. Oh, oh. I
道士古王墓园，胖乌乌没蹦迪啊，没有墓园吓人的，这是这种卡组千万不能让他给偷到。掉了蛮多血的，压力还是挺大的呀，这么难防他吗？我一直吃法术，我就吃法术吃死。气球吧。
你胡汉山又回来了，又是谁呀、啊？对面是胡汉山吗 ？What up, future king over here？ 战球杀。延迟有点大呀，对面是矿工墓园，我去。还要加速器试试啊，没用。开了也有时候就卡，我不开我还有时候流畅呢。我就打了这么久才赢三把，深，深，哎，第二下如果没深的话就没希望了。第三下基本上是空的，史诗书来一本。哎，七千五。啊，肯定又有人说了啊，这小子天天都是稀有以上，你天天白卡。哎，没办法，毕竟我天狗嘛，一直不下牌。再晚一点的话回去破塔了。Spark 是电磁炮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果花的意思。他有天使的话尽量不要下地面，尽量想打一波爆炸输出。
恭喜恭喜小毛虎，恭喜小毛虎20级粉丝牌。哎，有点累了啊。遇到他，遇到他。差点意思还没跑啊。我去，这一波挺亏啊，被他打回来了。还有迫击炮进化，遇到他真开心。
杀人鸣下太远了，再下近一点的话估计能投出两下。劣势500，他成李渔夫就好了，我直接下小王子去撞他。Doing it for the fam. 还好有觉醒小闪，不然这一波是守不住了。Doing it for the fam. 怎么就没守住他呢？服了，再来一局。这个人会是个什么卡组呢？现在第几名啊？右上角68名。这人是发明家，那得小心。吓我一跳，胖子。我今天再看看你还有几倍。战王，战王。哎，漏了一次，非常可惜。
这能不能炸到他？这一下他害怕了。想要斩他还是有点难的。最后一把，哇，这怎么才23？完了，太大了！哎，这把面对一个迫击炮，赢了，兄弟们！打迫击炮基本不输。被打了一炮，下天绝影锤怎么办？龙骑木玩家越来越无语了。你这个龙骑木带个锤子吗？工程锤木员，或者别玩木员，也不是说非得玩木员。为什么没有锁到骑士？What up?
拜拜！哎呀，五十一秒，算了，明天见，大家拜拜。明天晚上直播的话是打终极挑战了，也不是啊，明天因为有新卡，还是得打天梯啊，不然玩不了新卡。拜拜。